所以讲这几日，福建省加州伊的剧场舞台顶头闹得刺刺，唱、念、做、拍，每一位加州演员拢展现出家己的拿手好戏。这是一场特殊的表演，舞台下面无观众，观众拢是通过手机直播的形式来观看演出。这是由厦门文贡雅音有限公司推出的昆剧场文化类专媒体音视频直播项目。第一批直播的剧目是由厦门文贡雅音加福建加州音共同推出的，有加州专场演唱会，也有梅花奖得主孙敬梅主演的《锁麟囊》等等经典的演出。每一场演出以前，主持人拢会带观众去后台探班，斗阵看卖台前幕后的故事。就是一般手都捂着肚子。文工雅音在疫情期间打造分剧场，和广大观众免出门，也有法感受各处的魅力，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我觉得也一样，因为摄影机在我眼里就是观众，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觉得在这样的观众走不到剧场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演员的现场演出，然后我们呢给观众带来我们的表演，我觉得就已经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了。十二点就爱准时开电视来看画戏，贵宾我陪大家斗阵来看戏，好戏看袂腻，戏来听闹热，戏外看人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恁的老朋友贵宾。今仔日呢，咱要继续来看实景歌戏《柳棍花》。第一头前啊，咱看到一张《柳棍花》。木有疗伤的戏，拍这场戏的时阵啊，需要一个道具洗身躯的桶。这道具啊，有影是真歹找哦。拄好有一日呢，道具组的离黄浦园的管理员遐借道具，真臭拄坎，看到一卡呢破破的茶桶，哎，拄好派上场咯。唔通看这场戏，干那哎短短几秒尔呢？为着制造更加好的效果呢，专门啊。叫人为倒来送干冰到个黄浦园，而且也着需要一直加烧水，才有办法啦，让迄烟雾加扩散淡薄啊。当时演员坐喺内面啊，迄温度是非常高，而且内面嘿，着搁点真久，翕迄个二十几秒的镜头，着花费两点外钟才翕出迄款的效果。看到个真简单的一个画面啊。往往就花费真侪时间甲精力来完成诶，每一个画面啊，拢是真无容易。好，咱呢就赶紧斗阵来欣赏，用行动来支持这柳棍花，支持咱的歌戏。
殿下，是主民来的，主民马上叫你离开。是你。虽然将军府甲两亲王平时并无甚物来往，不过为着军服去试者嘛好。
兄，你不应该来这所在，你赶紧离开。坤兄，你哪样子残忍的？也不能做公代志，有一件代志，藏在我心肝内真久啊。今仔日，我必须爱甲你讲。刘大哥，伊曾经派人去调查杀死林父的匕首，迄是李林峰专门派人打造。你若跌死，什么？
敢讲是你领好？景少，你千万爱冷静，你袂用让伊知影讲，你已经知影这件代志。伊即马啥物拢做会出来，我惊伊会伤害你。你答应我好无？好，我答应你。害我惊一下，我才等你啊，等我？是啊。韩玲，你哪会打扮这个模样嘞？夫人，你是不是会当带我去斗阵入宫嘞？韩玲，宫内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所在，不适合你去。而且，我是为着军训。我知影了，夫人，你就让我点点待在你的婚书边。我绝对不黑白讲话啦，夫人。那呢，你得较注意者，知影无？我知影啦。父王，因何叹气呢？难懂乃是一问关于君主和亲之事，这。以君主和亲之人刘君惠现在发生这层的代志，皇阿舅，刘君惠即马是嫌疑大罪之身，哪当代表咱蜀国以君主和亲呢？皇帝，这层的代志调查了如何？回父王，代志还伫咧调查中，敢有甚物证据？暂时无进展。这。虽未更改信义呢，以后要如何在朝廷以及百姓面前立信呢？父王，是你多虑了。大将军意图造反，是伊家己做得来的。虽然罪证不足，啊，不过天皇之心不可无啊。以理性看来，父王只不过是为着蜀国的社稷以及百姓安危设想。
相信每条文武拢会当了解父王的所为啊。洪阿姑是明瑶太过无奈，明瑶一心想要帮忙，想袂到竟然害了洪阿姑你见义不幸。明瑶，我明瑶，紧起来，这层的代志，定会重新处理。夫人，我可能去吃了什么东西，现在肚子很痛，哎呀！夫人啊，我现在需要来去方便一下，你在这等，我去去水来。那呢，我陪你去。不用了，不用了，夫人，你等王爷要紧，我自己来去就好了。哎，王爷。夫人，你是来求见皇上的是？不是，王爷，玉栓有一事相求，请王爷借一步讲话。是住在什么所在呀？夫人，你是为着将军的代志来找本王的吧？请王爷做主。夫人不可啊。王爷，只要君父会当平安倒转来，玉栓他日一定好好答谢王爷。夫人，你客气了，本王安尼做也只是为阮父王分忧而已啊。好啊，恁两个是要倒到什么时阵啊？禀太子殿下，皇娘娘的命令，保护你的安全。这明明就是干尸嘛！你拢搞我动呢？本太子爱伫遮看看风景，你两个留较远呢。太子殿下，妞妞有交代，袂用离开殿下你一脚步。你实在是有交代呢，你唔讲，我唔讲，是甚物人会知影？这，你就踮伫咧遮看，本太子伫遐根本就走袂去。是。也不知道您现在是怎样，你一定很忘恨我的。
安好。就酸就痛的，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太祖殿下，你有要紧吗？我没要紧，你两个别安尼直直甲我看，我真袂自在的。你两个拢甲我对过去。是。玲玲，你有要紧吗？无，我无代志啦。玲玲，你敢知影我偌想念呢？你敢懂呢？我就很喜欢海洋里的动物，特别是海龟，能有机会拍摄我喜爱的野生动物，我很高兴。我相信这会是一个一生难忘的旅程。伊是俗国剑神大将军，四国兵权忠心武朝廷，下情落灾，不过宫廷斗争，甲因为一场未按定型的新世当中。面对朝廷的陷害，兄弟的背叛，爱人的离弃，伊敢无法通坚守初心，实现寡气扭滚滚？咱中道怎样？厦门卫视到顶来看戏，精彩连连。玲玲，你看，是武侯一直派人监视我，也唔让我出宫，我是大根想你，想到要起笑呢。感情是安尼，是啊，你一定爱相信我。好啊咯，其实我拄只头看吼，就知影你一定是不得已的啦。算你还够良心。唔对啦，阮吼，我今日来找你，是要一件更加大代志呢。我今日来找你，是要一件更加大代志呢。什么代志？大将军受阮和皇上抓去关啊啦！什么？军人遐被关？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我哪会拢唔知影？已经几落天啊咯！大将军实在有够可怜的，有人被捕，伊甲天龙军交结，伊都要造反，一定是迄李良锋啦！现在做什么海将军呢？就是伊啦！Oh
找你奉兄。问候，你是太子，你是不是会当解救大将军呢？行，咱来去找奉兄。殿下，你不用离开嘞。阮太子要事要做，紧闪开。殿下，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大胆，我是太子，你敢唔听我的命令，把我闪开。狐狸，你要去倒位？母后，我求你，你救救君娘兄好无？你好好做你的太子就好。管遐尔多，要做啥物？来人呐、啊！在，将这个刺客给我抓起来！是，温后，娘娘，你不是刺客。娘娘，伊打扮成江湖的模样，出现在这个所在，一定是心怀不轨。明如，你是在后边讲啥物？母后，你听你先讲。将军的情形就是安尼，调查也无其他的证明，所以夫人你会当放心嘛？参见王爷夫人，夫人皇后娘娘急酸急酸，你可知影什么代志？惠夫人，有一位女子窜入宫内，皇后娘娘正伫个大花内殿。女子，系咯，是汉人。夫人。你有代志，就赶紧去处理啊！王爷，那安尼军服的代志，就拜托王爷了。就算他日，才登门拜谢。明如，你住手，你别再拍玲玲啊！母后已经叫你住手啊！母后，玲玲。母后，我求你，你别拍玲玲啊，好不好？玲玲，母后，住手！夫人，汉玲，夫人，玉酸，听讲这个四十五鬼啊，是你带入宫来的是不？恁将军府的人，敢讲拢这么无规矩是不？玲玲，汉玲到底是犯着什么罪？娘娘何必要安尼对待一个小姑娘呢？犯什么罪？
相信。妞妞，你了人处，请了人呐、啊。报玉酸，刘君惠即马就被关在天牢。敢讲你想要叫太子去替伊脱罪？哼，看来你是白费心思啊。玉酸并无这个意思，请妞妞唔通牵连无辜的人。无辜？本宫看，只要有这个四十五几啊滴的，乎你的心就永远收袂转来。来人呐、啊，在，将伊押落去。等下，不用，我叫你，你将伊放走。我万一以后拢唔该见你，我会听你的话。你将伊放走好无？乎你，你讲的是真实的，你愿意听不用的安排？我的。我会听你的话，只要你将伊放走，我啥物拢听你的。好，我放你走。来，我好，你不用安做，你讲过，你真是了，只错我一个人，你不用安做。夏玲玲，那恁玉酸就将人带走啊。妈，我不爱走，我好，我不爱走。好哩。你就唔免白费气力了。普通的软骨散对你当然是无用。我早就封住你的穴位，使你无法度运用内功。就解药给我。等你有骨骨那死，我自然会给你解药，而且还佫会帮助你完成属于你的霸业。什么霸业？我唔是不准你踏出天狗门一步，是安怎？你无听我的命令？那是无我，你有功夫，你哪有可能这么顺利去用关的天牢？原来是你在背后陷害殿下，你竟敢反背我！头屑总说你坏话，海飞丝深入毛囊，持久去屑，别让头屑说坏话。伊是俗国剑神大将军，四国兵权忠心朝廷。下天落山，不过宫廷斗争，佮因为一场未安定定的心事当中。面对朝廷的陷害，野鸡的背叛，爱人的离弃，伊敢有法通坚守初心，是尽花气扭滚滚？但你中道怎样？厦门卫视斗阵来看戏，精彩展现。不是反背你，我是为了你啊，苏明。两郎对伊我心老牛，帮伊拄着妙君夫，日后定居可相助。
爱知影，伊若是死，你就会当摕到麒麟鳞，派兵协助中亲王顺利登基，咱就会当借蜀国的兵力替咱夺回荆州，咱家己登基称帝，有啥物唔好咧？秦爽，若毋是老王爷，那我今仔日的姚子民，你爱我做一个不忠不义的人，我做袂到。就算殿下伊无想要复国，我也会心甘情愿追随伊身边替伊效命。当柳公公若是死，我才要看你要安怎效命。秦爽，你要是乖乖踮遮等待我的好消息，我绝对袂让你失望。是不是不肯答应跟本王斗三工？我太了解伊的个性，伊想要做啥物，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伊唔肯摕机灵灵号召遐粗军来协助本王，那安尼留伊，岂不是本王日后的心头大患吗？王爷，先莫着急，我有办法使文祖答应，也毋过毋知即摆情形是如何。这摆成功收回柳君府的兵符，也让父王渐渐对伊失去信任。也毋过，一直查无其他的证明，柳君府可能真紧就会被释放。刷落来，咱爱慢慢啊进行，以免弄卡成阵。轻松，你是时阵去将军府了。是，王爷，我知应该安怎做。恁甲我看有详细，本小姐是萧龙将军的查某囝，你敢唔放我入去？萧小姐，天罗禁地，唔是家属，不得探望。你真好大胆，本小姐是柳公公未来的娘囝，知影无？喂喂，我伫咧甲你讲话，你是有听到无？恁是臭屁人哦，真正是要搞气死！何事吵闹呢？拜见王爷，这位小姐想要献入天牢。王爷，敢讲你是龙亲王？这敢不是萧小姐？大胆！萧龙将军的千金，你也敢得罪？萧小姐，你是来探望柳将军的吗？是啊，哪会知影这狗奴才竟然唔把本小姐入去？萧小姐，这是天牢。你身份金贵，要哪会来这个所在呢？真是的，是啊，本王一定会秉公处理，绝对袂冤枉好人啊。那呢，真是皇爷你费心咯。小小姐，你为柳将军伫咧操心，伊敢知影？伊早晚会知影，我介意是伊的福气啊。时间的关系，精彩柳君府就先看到这，已经过一半了，剧情是愈来愈紧张，到底刷落去会安怎发展呢？明仔日中午12点啊，咱继续来分享。除了戏以外，
如果你若有甚物想要知影的故事呢，用个赶紧来关注阮的微信公众号，甲阮留言，阮会随时甲恁答复。好，明日上这时间准时锁定厦门卫视，咱斗阵来看戏。